来听一段女闺蜜的电话采访。来，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然后当时的关系就特别好，两个人就什么话都说的那种，然后谁失恋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去安慰他，就关系就挺好，就那种好哥们关系。然后之前他其实也谈过女朋友，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都特别好，然后甚至还就是一起吃饭一起逛街这种，没有什么事儿。但就他现在这个女朋友，我觉得他事儿特别多，就是还有的时候去微博上就是说我一些不好的话，骂我什么的。反正我们三个现在在一起的关系就特别的尴尬，特别僵，我就挺不支持他这个女朋友的。我觉得事儿太多了，我挺不支持他，我不看好他们在一起。他算老几啊？他凭什么在这儿说呀？他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呀？别生气了，他这么说，我是你女朋友。他这么说确实有点过分。你当然了，你当然是我女朋友了，他只是我好朋友嘛。啊，哎，知道这臭小子以前还谈过女朋友吗？知道。啊，那意思就是你的前女友跟你的闺蜜关系还不错啊？对，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做朋友了吗？可以做朋友。反正我是接受不了。他们俩都有30年约定了，我看你俩也别等到30岁了，现在就赶紧该去该下嫁得了，我就当我这2年白瞎行了。来来来，你喜欢他吗？你爱他吗？喜欢，要不然也不会跟他在一块2年嘛。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男女之间的闺蜜关系？你们听老师的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诚实的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啊。你觉得你对你的女闺蜜好不好？好。那你的女闺蜜对你好不好？好。你对她更好还是她对你更好？我对她更好吧。你觉得你对女闺蜜更上心？我所指的是时间上和事物的关怀上。你对你女闺蜜更上心还是对她更上心？对我女朋友更上心。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她对她女闺蜜更上心。我所指的上心，记住啊，这是衡量的标准，不是说你心里的尺度。我是说从客观的时间，比如说帮她过生日，比如说帮她去买熊，这些次数上的一些关心，比如说她酒后你去安慰她，在这个时间尺度上来说，你对谁花的时间成本更多？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2年了吗？我不是在一起2年不重要，我所指的是，但是我在关心的尺度上，在这2年，我倒是关心我女朋友更多的了。你觉得你关心她更多，但是她说不是，所以这个你说了不算。我和我那个女闺蜜，我们好，我再问你一点，你不反感你的女闺蜜对吧？我不反感。你刚才说。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是你到底爱着谁。这个大家从自己不同的角度都去做了解读，你自己去做判断，好吧？好了，剩下来时间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我就觉得就是这段时间觉得我就是你们俩生命中的过客一样，就是你们俩发生这些事情我都不能理解，这样让我太没有安全感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两年多了，这两年我对你什么样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咱们两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我希望你能够信任我，我对他没有意思，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之前机会已经给过你了，我现在真的没办法的信任你了。我希望你能够信任我，如果非要闹到这一步的话，我可以跟他断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好，男生，我跟你说一遍，你跟你的女闺蜜断或不断，和你跟她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明不明白？如果你们俩之间断，你跟她女闺蜜之间如果不是那种纯粹的友谊，她又不爱你，你也得断。当你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你跟另外一个女人说，30岁的时候你未嫁我未娶，我们就凑合着在一起吧，你觉得这种玩笑话如何越过自己的心理障碍？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人，这样开玩笑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你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你这样开玩笑你觉得是玩笑吗？你怎么说得出口呢？你好好想一想，以后不要跟女生开这样的玩笑。好，回吧两位，谢谢你们。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几天喝古方红糖，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看看年轻人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